我瞎瞎瞎瞎瞎瞎瞎，会有弹幕飞出，出出出来来来，安安，大家安安，哟，可以进来，好，登录抢灯，哎呀，进来啦，我抢灯了。什么声音？有人在玩尖叫鸡是不是？抱歉抱歉，家里旁边 有一只奇怪的人。有奇怪的人，奇怪的轮，叭叭叭叭叭，哎呦哎呦，还想跑，还是死掉咯。没错，我迷路，他要怎么拿头颅？来，我这里等你，慢等，把这个关，慢慢等，谁会知道？哐哐哐！本集好像在变魔术哦。他拿了一个树叶，然后锵锵锵了。树叶命名吗？里面有一拳模式啦！怎么全都一拳模式啊？嘘嘘嘘！我要一二三四五六的头颅。误会了，没有啊，就拿那个树叶一二三四五，这样没有啊，这样抽出来人家看不出来啊。对啊。等我一下下，等你一下下，还是用颜色的方块，等你一下下也是可以呀、啊。嗯，这个网站你们可以看看。画买那头的那个网站，对，要什么的头颅？嗯，我在找他的数字在哪里。嗯，我已经开始改用颜色了。心灰意的笑，有人。两种颜色，不止，应该不止。三种颜色，四种颜色哦。然后要告示牌上面打这个颜色是什么职业吗？我觉得感觉是哎、欸，哎呦，哎呦，有这么一二三，哎呦，五六，其实一序也可以啊。那全部都甩到守护者就好笑了，完全不能进攻，完全不用动，只能在最强防御，对，靠杀人了、啊。真的是只能靠杀人，那个好累啊、哦！哎呦，最强黄奕，蒋安，南安，南安，阿喵，嗯，我拜阿喵，要不要吃一个？要不要吃大西瓜？要不要吃一个？要不要吃大西瓜？大什么大什么？明天会有新恶魔啊！要不要吃？要不要吃大油啊？要不要新恶魔呢？没有看到我的脚已经在发抖了吗？放下你的木棒！要不要吃？要不要吃？要不要吃？要不要吃大油啊？新恶魔呢？新恶魔呢？要不要吃？吃，好，你说的哦。那明天你要吃完哦。我还塞在你们嘴巴里面，强迫你们把它吞下去。你确定不是我生啊？来啊，我们今天歼灭工程站，好，来随机职业，好啊，手动随机职业。好、哦、哇，是灵物。然后每个职业有五个，所以有可能运气不好的话，就是整队都是同一个职业。好，哇哦，啊，很刺激哦。那我们这个哈基先抽职业再分队啊。好啊，好啊，来啊，一条斜线啊。对啊，这是第一排，不是第二排。然后结界师有一个点，有没有头上一个？额头上一个点，结界的感觉啊，还有一个结界嘛。对、欸嗯，有。刺客他已经往前走一步，要什么意思、啊？刺客都比较哎，都比较好，手比较短，比较紧。对，有差有差。各个颜色就是哪个职业哦？好的，本机先，我先，抽，本机还是辅导作者本机？好，守护者，嗯，走。影月上，换我，我说是什么？哦，游侠，游
侠，你是游侠。繁星，为什么你的繁星的头变这样？因为你变成礼物了。对啊。矿工，阿纪，游侠，姐姐是换我来抽一个职业。嗯。今天是什么职业呢？啊，你也是游侠。游侠。小雨，游侠。好可怕。你是什么？姐姐是。姐姐是。哦，露米。露米嘞？还在混。哦。哎呦，是守护者，守护者，杰克，守护者，我家人，完了，哇，游侠太多了啦，多游侠，游侠太多了，偷 SR 的卡哦，突袭者，哦，哎，我也是突袭者，嘿嘿，突袭者两位，突袭者，嘿嘿，那选好自己的职业哦，选了游侠，哦不，突袭者不用动了，突袭者不用动，啊，突袭者不用动。他预设就突袭者，关键是矿工只有繁星一个，就只有我一个啊，只有一个矿工哎，繁星谁就是好运啊，真的，灰金分队，繁星我要抱大腿啊，不是，我大腿啊，大腿，太爽啦，没抱到，哎呀，他其实几件，有啦，他是几件师啦，是吗？他是几件师，我几件师，全仓我最亮。哦，矿工啊，矿工还是最好的啊！完蛋了，完了，全场我最闪亮，谢谢。最不灵，为什么你的头是这样啊？捡到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。哎，我刚刚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个啦。那个矿物死亡喷出是不是不该有？这样我们就可以杀反了。哇，这样子，所有人死掉都会喷矿物嘛？笑死。这样子好像很 OK 哦，繁星。嗯，没有针对我，没有针对你啊，我是针对所有人啊。下一场也这样啊。嗯，要把矿物给打出来，那就好，再来喽。好。好。我们有什么职业啊？游侠。姐姐是突袭。杰克。杰克，要不要？杰克，他是从刚刚都没声音啊！等一下， yeah, 我一直关麦哦。对，哇，你是啥？我游侠，我游侠，你游，我们双游侠，双游侠，然后矿工突袭跟姐姐好像可以，姐姐跟那个矿工可以配啦，挖矿就快，嗯，可以呀、啊。他有刺客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刺客吧？完全没有，被人戳到吧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黑的五个都在啊，灰的五个。啊，所以我Hello， 再来，这是哪？这是哪里？迷路。走。不能穿裤子。啊，阻止？没有，说不能穿裤子。啊，好好。你没有裤子。嗯，没有穿，不能穿裤子。加的好的，等下附魔台，附魔台，附魔台。矿工，你要去弄一下。对啊，我要做稿子啊。你不是给自己挖吗？一开始不是有石稿吗？石稿就可以挖了。对，哎，对耶，对耶，你们做箱子了吗？对耶，对耶，我要先挖石头，我要去。拆书柜，我在拆了。你在拆书柜，嗯。拆书柜，拆起来。啊，附魔台没有拆哦，先给你们。附魔台需要繁星。啊？为什么？啊，你有石稿啊？没有，开场我铁稿放进去了，赶快。不吧，我铁放进去了，小雨去做。哦。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想上我。我来了，他们来了！啊，有坏人，有坏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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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挡他前面！哦，坏轮拿走了，拿走了，被拿，在我手上，在我手上，在我手上。好，你拿走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哈记。谢谢哈记，真是个好轮。我没有玩过结界石诶，结界石怎么丢的？蛮累的。你副手。你还有吗？副手放矿物，然后丢掉你的钓竿就有效果了。哦，那你像现在帮繁星挖矿的话，你就是拿青金石，然后帮他青金石是不是放那个绝。
好，绝，我去挖青金石。我可以挖一下。我拿了一只搞高。OK。被搞高。高。我今天前面是。我来啦，反正。是还好哎，这边放绝也不会更快啊。会啊，它会可以。是啊，矿物也不会升更快啊。它产的更快啊。真的假的？嗯，它是产更快。我操，快给我！好点。中午喽，刺客没有刺客。刺客没有用了，可是没有刺客。对。我以为橘子是挖矿比较快而已。之前是挖矿比较快，这样后来改掉了，改掉改成那个一个区域的矿物生成变快。所以我放了下一个结界，上一个就会不见了。不会不会不会、不会，你可以同时放两个。嗯，它效果是我就是60秒，但是好像是 CD 30秒，忘记了，反正就是可以顶多可以放两个，但是效果不能叠加。好啊，都被知道了。我要铁桩啊。你有做搞铁桩吗？一起挖比较快。你要青金石吗？这里有八颗。我一颗就好，帮他们做吧。OK OK， 做个至少做个盾吧，或斧头。嗯，好的。不然等一下他们就要来打人。那我就多挖。要玩 gay 了。真的，有够派的那一种。在挖木头的杰克。对。那你做一点盾吧。我看一下，四个，要几个？一二三，六个。在自言自语什么？我在算木头可以做几个盾。我准备做两个盾了呢。好，我这边可以做三个。哦，那刚好，这样刚好是不是？你好电哦。嘟哇呵！你好电是什么？电子音。电子音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而且没有刚刚小雨啊。哦，小雨，原来是我。哎呦。你怎么了？有人，有人，家里有人。来热。你好，电子。你好，电。真的吗？电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好好电吗？好。哪里啊？我看到了。门口，门口。全身铁装哎。对啊，他们就是这样子啊。呼吸者。好了。吧，就这样。哇哇哇，有好一点吗？有。好。来喽来喽。又来了。嗯，还在。又来了。我最不死。那个团团。我最讨厌发光了。亮。啊！你要被针对了。Switch。啊？买了。要 switch， 你知道 switch 的意思吗？买了，不是啦，怎么换啦？我 switch 在充电了。什么？我想玩 switch， 可是一直忘记充电。叫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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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台边台边，我来了我来了，你快走，你快走。哦，那边哦。他走了他走了。他自己来了他自己来了。对，我看到我看到。我们来了我们来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保护你，你快走。你可以先走一步。好，没事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举刀河豚啊！我来他家。我的武丁。嗯，但他只是想要那个吧。我们唯一的矿工要好好。这个游侠记得放陷阱吗？啊，对耶。记得放，记得放，不然都忘了少放挺亏的。对，还没。哎，为什么有点酷？你在中间帮我看吗？这个给你，帮你看看。钓竿怎么还没回来？没有钓竿，你不见就没了。哦、要去买，等交易时间。那你所以现在是废物。嗯。你怎么说是废物？好哇，这么凶！
还是可以打架啊，他还是可以打架啊。好，你只能打架了。完了。哇，开始就被收废物，好难过哦。他们在清金石哦。他们两个在清金石。嗯，他们在附魔了。